们在地狱放草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放看啊，放好像没发生事情，但是跟我们，来我们回去看一下啊。你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郑子川。你是阿三吗？对，我是阿三哪、啊、说错了。好，没关系，听清楚些。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三。我们今天玩什么一块？那我们今天要玩什么呢？你们看呢？我们在就是正常方块啊，刚才让我给大家睡一下，让大家比较看得清楚。这些都是我做人使用的，我懒得收了。我们。在第就是在超平台的时候放好多这种草，那我们确定放草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等一下哦。嗯。嗯。我们去地放草吧。还不知道为什么这会有草啊？没关系，那我们直接。放草喽！三二一，
发生，但是颜色会改变。放下海。海带干鲜。海带，看看会不会。点多一点。这个是那个
绿色的花在哪里？绿色的。那我是留用给他的吗？哦，我没有留下。雪，雪飞。就在那里吗？嗯。就在那里。我是在地区里的人，我在这个地站一段。什么意思啊？站一段的游泳圈。对，那是什么意思啊？游泳比较正确。那是台湾的人，不是学生，我们那是什么？那你好了吗？嗯。你说的对不对？爸爸坐下了吗？我不懂。我问什么呢？你不可以说的那些东西都在那里睡了。哦，这个呀，这个。在那里睡了。这个吧。然后我忘记说是去的那个什么，去的钓的钓的。嗯，我们就是在啥把水吃的，水没喝呢，水没喝呢。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我本来想说，我本来想要把那个蓝色的东西加在键上面。可以的，是吗？哦，对。还是不接受。我这不是蓝色。不是，不是啊。不是那个蓝色的东西。蓝色。本来上面不是有一个蓝色的，就是那个冰的。我可能把我的车子都收拾了，这就是蓝色的。哇！这还是什么？哦，我在这儿。给我去。他在这儿的那里。啊？他在哪？什么事？他在哪？嗯。我去，我们走，我不弄，我弄不。他会跑。不能跟他讲话。不能跟他讲话。嗯。你这个讲话。嗯。那你这可以说什么？
羊的牛肚。我们的亲人要做生意，怎么吃那个肉呢？这边有。你们可能就是说是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羊毛是被拒绝死了的可能是要错的我现在可以把这个给你的去羊的钱我是去这个这个我是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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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你可以用这个是吧嗯是用这个你把这个不能用你这个不把这个不能用啊不能用不是吧有两个当然不是吧哦很强哎我都一次打死这不行了我们特别可以改成这样。拿出来。我必须要进去。我们。在旁边。他说什么？我觉得那声音太重了。今天还有不去哪里？你去那农民去。农民。为什么农民？然后好了。看看，农民怎么去了？农民。你家的衣服呢？你的衣服，一块穿的。我的衣服。我的鞋裤，把它可以不穿进去。真的。我的鞋子可以不穿进去。你觉得可以吗？很臭，而且翘的话怎么办？但把它可以。两个吧。嗯。是被发现了东西。是发现了。你看，是发现了什么东西？什么？我去，天山洞上那个，我们在那里就是，在那里就是，去那个天山洞上那个。羊的就是他老婆的有肉吗他说他是因为他说对他里面的这一次了已经在旁边了是不是他说了说了什么这次我们的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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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生存理论。我们要去找中介。你今天来隔，为什么有隔墙的人？小巴，我为什么现在没有声音啊？休息休息。